众所周知，电影最重要的就是票房。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最高片酬的演员，黄百鸣是电影界最精明的一个投资人，基本他投资的演员都是稳赚不赔的。他曾用800万片酬请周星驰演戏，自己赚了几千万，再用1500万片酬请周星驰也赚翻了，最后还想用2000万片酬邀请周星驰演几分戏，不过当时周星驰就是拒绝他了。而当有人问起想用2000万片酬邀请周星驰演几分钟戏值不值时，他还说超值。甄子丹是因为主演了叶问而爆红的，他出演的这个角色至今也受观众的喜爱。这时的黄百鸣就用1亿的片酬亲自去邀请甄子丹出演叶问4。黄百鸣说1亿他都不肯，还想要拿票房分红。而当媒体问起黄百鸣值不值时，黄百鸣说拍其他的戏可能不值，但是拍叶问4就超值。那到底甄子丹值不值1亿的片酬？如今一般拍戏的成本都是4亿左右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甄子丹自己的1亿，也就是5亿的制作成本，而想要回本，那叶问4的票房最少要拿下13亿，大家怎么看呢？